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Hello， 帅哥杰玛，今天又来买菜了，因为比较好一点了，所以我今天又过来卖菜了啊。你们看，我菜快卖完了。小莴笋，都是新鲜的。要只有一点点了，只有一点点就卖完了，卖完了我就回去了。阿姨莫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我去找下阿姨莫，让她来帮我看一下，我去方便一下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要担心阿紫啊，我们去找下阿姨莫。那我今天的菜，我们去找阿姨莫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走投无路了，知道吗？我们两个现在天天在卖菜，而且那个今天有一个城管跟我们说，不能卖菜了，明天就不能卖菜，让我们两个明天不要来了。我们两个现在天天吃泡面，天天吃那些那个宾馆，知道吗？那个破烂的宾馆真的是我烦死了，天天住那里真的是，他天天住，让我住那里，我坚持不住了。你快点来接我吧。你要是今天没有，就是没有空的话，你就明天来接我吧，好吗？哎呀，烦死了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我跟谁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的是烦死了！你在跟谁说我们两个一直吃泡面呀？你，我跟他说这怎么了吗？你干嘛要跟他说？我让他来接我。哎呀，一梦，你跟他说打电话干嘛嘛你？我就跟他打电话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让他来接我，我坚持不住了，天天吃那些泡面，天天吃，天天住那些破烂的地方。天天卖菜真的是像阿姨一样烦死了，我都。你什么意思啊，一梦你啊？哼，什么意思？我都说了，你叫你不要跟任何人打电话，也不要告诉阿川，你为什么偏要不听我的话呢？你就自己在这里好好卖吧，你就在这里一直是。我跟你说，你快点打电话给阿川，快点打电话给阿川，叫他不要来接。让他来接我，我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来接你的话就来接我。哼，我就要跟他走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就服了你了，叫你不要打电话，不要打电话，你不听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，你就在这里等你的阿伟哥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走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不走我永远我走就行了。我一直在这里，都在这边。好，你就在这里等吧。我要去了，快点去给我看一下菜，快点快点。看什么看？我不想看，真的是。快点去，快点，有人过来买菜了，你帮我去看一下。真的是不要拉我。你看一下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看什么看？真的是，烦死了！天天卖菜真的是。快坐这里看着，坐这里帮我看着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知道了。然后给阿超打电话，叫他不要来接我们。我已经叫他了。你不走就不走呗，对不对？我走就行了呀。你就在这里慢慢等你的阿伟哥吧，真的是。你什么意思嘛你？哎，看这些卖菜真是，烦死了！今天卖菜。别闹！我跟你说，你坐这里卖菜啊，我去一下就快点回来。然后给阿川打电话叫他不要来。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